会讲话啊，所以你很用功啊。不用不用讲话。在铺楼梯间啊，不用讲话。木地板啊，超用功的啊。怎么不讲话？不用讲话。你要讲啊，讲说。记录而已。讲说你很用功，你很努力。是真的啦，不要不好意思啦。老妈甲你娱乐是才惊着，无甲你娱乐的时候你才生气，娱乐的时候你才拍摄。不是会贴啊，你很用功啊，连人家公共楼梯间你都贴木地板啊。真是的。好。